能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你已经赢了。在和三亿个兄弟姐妹比赛中，你力拔头筹。但这只是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成为一个抢货吧。要出生了，找个好点的医院吧。但是一般的中型城市只有一家妇保医院，几百个床位，而且大部分已经被预定了。恭喜你出生了，不过后面等着你的是抢幼儿园、抢小学、抢初中、抢高中。十年寒窗苦读，终于来到了高考的那一天。全国更有116所211重点大学，入学人数不超过40万，却有近1000万的考生。好吧，如果你考取了重点大学，毕业了，想找个好点的工作吧？公务员怎么样？哇，看看这竞争的比例吧。如果你爸不是李刚，那么录取的几率几乎为零。找个其他的好工作吧，这就业率是……哎呦，不错哦，被就业喽。找不到好工作，自己做老板吧，卖卖衣服什么的，去批发市场接点货喽。凌晨4点去，够早了吧？但爆款可等不到你4点。找个女朋友吧。什么？女朋友要苹果？对不起，看看这场面。终于抢到了苹果，女朋友要和你进入婚姻殿堂了，那么恭喜你。要知道中国男女比例是118:100，每年还有3000万男人打着光棍儿或者自由组合。不说这些了，过年了，媳妇吵着闹着喊着要回娘家，买个火车票。咦，怎么进不去？没错，在那个月你当然进不去。日访文量超过10亿，你得和全中国的网民抢火车票。据不科学统计，抢货们平均需要点击4个小时520次才能成功订到火车票。但是支付失败，老婆怀孕了，生孩子了，做爸爸了。那么请你再将以上环节经历一遍。但是这次你的孩子未必有这么幸运了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轻松抢的好货吗？到抢货节试试吧，好货源，成本价，免运费。太过分了，居然还送红包，这哪里是抢，这简直就是抢。3月21日，老板们抢货啦，321抢货节，3、2、1抢抢啊抢啊！抢啊！